雪运动是属于勇敢者的运动，我们向每一位在冰雪中奔跑的勇士致敬，愿你们在北京圆梦，不问终点，全力以赴，破冰向前。欢迎全世界的冬奥运动员们来到我的家乡北京参加冬奥会，祝来自全世界的所有冬奥运动员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，也为所有的冬奥运动员们加油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我是一名火炬手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，我又再一次成为火炬手。我作为一个双奥的火炬手，我感到非常的自豪。北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双奥之城，我为北京感到骄傲。